睡前擦香香会变更漂亮。然后给你2000块钱，你要不要？要啊！为什么呀？我只是长得丑，也不是傻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说发了工资就请我喝奶茶，这么久过去了，我很担心你。你说被开除了，我不敢说话。为什么不敢说话呀？因为我害怕。怕什么呢？因为我长得太可爱了，不害怕一张嘴说话，别人就会把我抱走。大狮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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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福德，发福德，小海豚，小海豚，大灰龙，大灰龙，大蜘蛛，大蜘蛛，大蜘蛛。小朋友，你是否也很多问号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它永远不会堵车。你过年有压岁钱吗？是，有压岁钱。有多少钱？有2块。就2块钱了？那你好穷哦。